好久不见啦，我是阿琳。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摩羯座，看好了，此摩非彼摩，所以不要再把这两个字弄错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咯。摩羯座它临近于天鹰、人马、水瓶座等，而摩羯这个词是来自于印度神话，是海兽的意思。而它的形象是这样的，它有着羊头、鱼尾。而如果我们把组成摩羯座的星星都连起来的话，会发现它呈一个倒三角形的结构。而又因为它的轮廓很清楚，所以你在天空中还蛮容易辨别的。如果你想要观赏摩羯座的话，最适合的月份大概是九月或十月的初秋哦。摩羯座代表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潘恩，他是擅长吹排笛的牧羊神，而他的整个身体除了躯干都是羊的样貌。还记得我们在双鱼座说到阿芙罗黛蒂跟他儿子一起变鱼跳河的故事吗？没错，潘恩就是那个吹笛子把怪物引来的。而当然他自己也想逃跑，可是因为他太过慌张了，以至于他变身不完全，所以就变成了羊头鱼尾的这种样子。而潘恩的个性非常的好色，由于他音乐演奏的很好，所以他常常躲在树丛中，就用音乐引诱仙女到草丛里向他们求爱。但因为潘恩实在长得太丑了，对，然后他所以仙女看到他们都直接吓到跑掉了。潘恩特别喜欢一个叫做席琳克斯的仙女，所以他就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追到最后，席琳克斯受不了，他就请求河神把她变成芦苇。他宁愿变成芦苇，也不愿意跟潘恩在一起。到底还有谁的失恋故事比潘恩更可怜？哦，对了，你们知道那个苏打绿的《维瓦蒂计划》中的《春日光》专辑啊？它就是以潘恩为出发点。像其他三季也都有不同对应的希腊神话中的神这样子。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们可以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哦。从我们刚刚说到的故事来看的话，羊型带给摩羯的是具有登高望远的坚毅特质，而鱼尾则是为了逃跑而变成的。也就是说，摩羯只有在想逃避或者是需要被保护的时候，才会展现感性柔弱的一面。再加上潘恩的样貌常常让他自卑，痛苦却无处可说，也显示了摩羯的压抑与消极。综合来说的话，表面上的严肃、冷酷，还有害羞啊、坚毅，这些就是从神话中衍生出来的性格关键字。而摩羯座在占星学中是属于土象的基本星座，它的守护星是土星。基本星座赋予他们的是一个开始的概念，而土象的话就是给他们踏实还有保守的性格。他们也喜欢在幕后运筹帷幄的感觉，做事讲求规划，讨厌计划外的事情，并且生性低调。可是他们讲话就是会意在言外，你要拐好几个弯才可以知道他们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也导致他们会对自己严格要求，还有规范自己，谨言慎行这样子。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喜欢的话，请把你的订阅以及爱心留下，也欢迎分享给所有你想要懂摩羯座或者是摩羯座的朋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